次在右上角。摸他一下。怎么了？那是缺在路。我赶快下去好了。不要让我的钩破洞着了，赶快下去。连斜斜的都看不到，哎呀，还好啊，这差不多这样。右边那个感觉是反光还是什么？那里有两个亮亮的两个黄点，可能是太阳能板的反光吗？还是怎样？就很亮啊。尽量不要只有手，对啊，看能不能让整个上半身都这样，在一个慢慢的舒适的状况，这样 OK。再加一点，你本来是这样对不对？你看能不能让它很前面，很前面，因为你上半身是都是往后倒，我只能说你要是拳头有办法跟板一样前面，日本人的话，
这里就不能再这样练了，这里比较陡，这里就随便你练。你看我，你要往下看的，我要知道我是不是做的跟我想象一样。你用 GoPro 看就可以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在几百年后才会看到这一段？我剪的时候就会知道，不然的话我做一个 mark。嘿嘿，嘿嘿，好，这边是开始的意思。好，你就往下看就好了，我滑滑看。我只要看。对，你只要往下，头往下。因为好像前两个还不习惯，后两个做的比较好。对啊，而且好像越来越缓了。对啊。不丑，日本人是做成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在看那么滑吗？要是这样，那我这样算的。有啦。还像这样子，你看他手要多前面。而且日本比较日式一点的话，他们会这样，然后再慢慢的这样，我滑一次那种感觉看看。哎，很好啊，不丑啊。他的意思是说提醒自己把上半身维持在一个定点。对啊，我一直都觉得那样子很帅啊。那这样子你觉得丑还是好？他也很熟练，他的上半身是固定，大概像这样子，像我这个样子，几乎不会动啊，咚咚，他这样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偷看别人的滑板啊。还有没有啊？厉害的很少会从这里经过。这个是在练习中，还不大行。但是他的上半身比你前面一点，一点而已。他有试着做类似点杖的动作，然后你有没有觉得他上半身比较前倾一点？他还在练习中。他，你仔细看安全帽到脚底拉的线，大概跟三下比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再往后一点点。然后练成的人大概是头顶到脚底，大概是这样。这个还在练习，好了，走了。接下来都做中间盖子的吧，然后下面都是绿线，很好练习。我看啊，现在几点？还是你要吃个甜点？刚刚没有看到我卖什么甜点。现在2:20了呢。2:20了呢。是我自己的点心。还是要现在喝个水？在哪里喝？你说没有看到卖什么甜点？好像有一份1000块太贵了。哦，是哦。还是我们4点前去吃那个餐厅。啊？哪一个？我不是说旅馆附近的，后来看到两间，一间是鱼一星，可以到晚上；另外一间4点就关了。这种4点，然后你要几点去？好像不大好。嗯，对，那就是可能在3点半的时候，对，我们俩在拖完鞋子去过那里。嗯，帮我们看 Rest House， 还是 Google Map 拿出来看一下。我觉得就算去了，他那个都不会亮起来，然后好的大家都买光了吗？还是我也不知道，连咖喱饭都可以品切。
在哪 ？Mr. House 在哪 ？Mr. House 没有给妹妹，是。Snuggle Anopoly 这个 Mr. House 菜单不是这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怎么都没了？看不出来。西富的 drink， 杰拉托要吗？400块。太冷了。那 coffee ole 卡布奇诺。这是饮料的，有点苦。秘鲁没了。另外一家的。什么？三口还是什么的？等我一下。努卡，什么东西啊？不是，嗯 ，Mr. House 的左上角，伤口找不到呢。因为它夹在那个建筑物上面，所以它的 icon 被人挡掉了。哦，我找到了，故意搜寻吃的，它的 icon 就出来了，菜单。生啤酒 ，Highball， 也是 Vanilla Ice 而已啦。对啊。哦，有啦 ，French Toast。那不大算。对啊，然后就居然也没有。我只想要昨天那个像苹果塔跟巧克力苹果。他三点也卖完了。啊啊。ECLAT。啊，对了啦。ECLAT 还没看啊，要看吗？哦，你说一开始去那间哦。有甜点哦 ，Cake。要吗？吃下去后面就不用滑了。会没事，却搞太久。不会啊，中间缆车开到有4点吧，他还到夜华嘞。我买，我们的这样只有到5点。我过门的时候我有看。二手，那5点也很久啦。我们要滑到那里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那先去那里好不好？去哪个高？对啊，那里可以去。对对对对对，但是要爬个到2楼的楼梯。好，走了。哦。
雪很大，一整就变很大、啊。而且黏在身体上，身上黏了很多雪。现在是三点以前，应该还可以吧？上面里面有洞，里面有人，里面有人。我是说，看了看了。可以帮我拍一下吗？没有。好，赶快进去，赶快进去，不多不多。哎、欸，你要拿棒棒进去、啊。拿棒棒进去。